姥姥，你这玩的什么东西啊？我肚子好饿啊。你小子，谁叫你这不吃那不吃的呀？还说我，昨天的剩饭你怎么不吃啊？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课，还敢和姥姥顶嘴了嘞。姥姥，又做鸡翅啊，都吃腻了。你懂啥？姥姥给你做个你没吃过的鸡翅包饭。还包饭？你包得起来吗你？姥姥，这鸡翅里面还能包饭，看着就好吃。你小子这回知道了吧？待会会更香。嗯，这一口气我能吃五个。好吃吧，姥姥，这简直好吃到爆了！